受到少子化的冲击，宜兰县在110年新生儿出生人口为2820人。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，即日起新人到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，就送金产报喜、快乐成家的礼盒。礼盒内含有不锈钢筷子2双、金产子1把、取贤因快快产子，有早生贵子的意思。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鼓励生产啊，所以呢，对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。只要来哈啊，那你户政事务所登记啊，结婚就有这个金产，还有我们316的不锈钢筷子，2双筷子，还有一个金产啊，快快产子哈啊，所以呢，宜兰县政府呢鼓励生产以后呢，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对于我们的这些小朋友呢来帮忙哈。今天也特别邀请结婚十多年育有3男3女的简小姐表示。县府提供生育育儿津贴，加上孩子们都就读公立幼儿园，也减轻了部分负担。我们很幸运的是有抽到那个公立幼儿园，那第三胎以上就直接就是因为姐姐哥哥住外面，所以他们也一起就是一起可以读这样子，就公立幼儿园加上县长的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，对对对，我们都有受惠到。我们感谢林金茂县长非常注重我们学童、孩童还有长辈们的这个幸福健康，所以推出了一系列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我们来登记的这些新人哈、结婚登记呢，就能够让他们送有筷子跟铲子哈、能够让他们能够幸福美满。户政事务所今年特别更换宜兰风情特色的拍照背板。提供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后拍照服务及制作证书，留下浪漫美好的回忆。县府也在今年提高生育津贴、产检交通费等支持补助，希望减轻家庭育儿的负担压力。金产报喜，好运传承，赞！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，实习记者杨哲维、尤杰安采访报道。